都有运算的级别，你看就上去。这边真的很热门。今天接兵，上去就比较好。从那阶梯上来，这边的差别。跟我们登山口停车场，我们现在要去租房的老地方。好，上来有你们休息区，休息一下，云山大头前，就是租房上头。上来有观景平台，这边有水池看看。小百岳建成山三小点 get， 边展望翠雀角。三角点立树，好，现在吃饭，继续往老地方，继续往老地方，连商誉难度这种，这个标记号码。第三个，这段开始就比较平缓。旁边是一个观景平台。这地方是一个欢迎，欢迎来这边赏夕阳。前面就走到老地方了，这次花了50分钟，走到老地方，发霉，老地方。金山，云金山这边就开始比较少人走，除非是要走台北大道。往下再到文金山，前面空地就是文金山了。先生，谢谢。
边这边下山。从文件山下来这个产业道路，直接要走台北大中国华继续往左手边。那我们今天要走东吴大学，就从这边下去。路况很好，就一路往下。不过这条路好像也没什么人走。慢跑道，花池，这是树丛桥，这个应该是河滨的脚踏车道，蛮凉快的，一定要过一个园区。现在走过这个渔翁桥，走脚踏车道走过来，还蛮凉快的啦。前面那边就是芝山岩登山口，现在走到这个芝山公园，应该可以绕一圈，那我们就往下走咯。不过这边应该叫做百乐凯步道。这边是一个学务官医疗遭难纪念碑，这里讲芝山岩事件的实录。剑潭山一样，这边也有这种军事用的。好，下面这边是国家三级古迹芝山岩会济公。
车结束了，现在就要回去搭公车或者是搭捷运了。好，大概花了3个半小时走回建潭捷运站。那今天影片。